三日已到，刘伯温说杀李冰后必然有雨，恳请皇上定夺。刘伯温，雨呢？皇上，臣以为上天有好生之德，皇恩浩荡以应天意，上天必降祥瑞，臣许三日未满时辰。如不下雨，你就是欺君。如不下雨，臣愿领欺君之罪。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，怕是你刘伯温这次要马失前蹄了。朕不管谁是谁非，朕要的是雨，雨。皇上，臣以为如果刘伯温不在斋戒期间逆天杀生，皇上，臣以为现在只能祭天求雨，与灵山、河伯、君臣、百姓共忧，方能治感天地。所以，臣在祭天之后方杀李斌，以缓解天怒，协调阴阳。别再提杀李斌的事，雨呢？臣在近期日夜观测天文，几日之内，天必降甘霖。哼，到底几日啊？你给朕退下！刘伯温，给朕退下，到殿外面跪着去。一时不下雨，你就跪一时；一天不下雨，你就跪一天。如果永远不下雨的话，你就给朕一直跪下去。天时已到，必降甘霖。你去给朕退下。下雨，朕只有开仓放粮了。皇上英明，臣着户部商量一下逆出计划。那你快去吧，商量好了立刻来见朕。臣遵旨。启禀皇上，外面下雨了。啊！朕去看看。刘爱卿，快平身吧。刘大人。